30的牛肉泡面。好，可以，都是现成，省的肉都来一点吧。好，都来一点，可以，我都您配一点，好吧？金红的，这个是牛脸肉，这个是牛肚仁啊，肚仁、牛肉、牛蹄筋儿，哇塞，各种各样都有。这是30块钱的牛肉是吧？对，这30一份，30，再加上这个千张，对啊。啊，然后这个是油豆皮儿，对，啊，牛肉泡面都是现煮的，这么一大锅的牛汤，你看多过瘾。这边加上那个荆棘、味精、辣椒吃的，这是我们的特色啊，这个是关键。待会儿这个荆棘给我再加点啊，可以，这是信阳特色，叫荆棘，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产品啊？哇塞，这一锅都是牛肉是吧？对，这一锅有牛肚、牛头、牛骨头，还有牛肉。牛肉，哇，这个是个大牛头，啊，里面全是牛骨头。还有，我们这个店79年、78年开门的，到现在。比我年龄都大。再把这个豆皮一烫。OK， 这个加的是什么？这个加的是输盐水，因为我们把盐水会煮熟，要不然放到汤里面它会不均匀，鲜淡不均匀。再加点热汤。这一份。哟，上面满满的牛肉，把这个金奖。好嘞，这多过瘾！给我坐外边吃了吧。这是一碗30的牛肉方便面，你看上面满满的这个牛肉，先来点牛肉试一下，纯牛肉的味道。牛肉泡面里边有这个千张，里边加了一张这个油豆皮儿，